请我们打翻开来看，在受洗行受洗前，请我们打开圣诗354首，让人毅然断绝出行，让人毅然断绝出行，就像魔鬼逆天之意，照天之断，就受刑罚。我搁家己袂袂逃脱，咱一个人好。我们先从参等洗礼前往参等洗礼，这个顺序我照这个周报的顺序你说永成在第一位吗？来，美明、美明啊，桂清，美明、桂清。静璇，博州，高林，嘉青，文雄，新佑，永成，就亲像当时彼得，叫人就反悔信耶稣，搁受洗礼。今天我要这样对你说，你就清醒。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搁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搁正做你生命，你就改变，换新，所以你就下面。归属上帝的一个永生的记号。你要受洗，你现在要受这个洗礼，你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做这样的信仰告白。所以等一下我会问你，假如你接受，你就说有。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卫师啊？无？你真的诚实悔改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有救赎的功能没有？你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一世人奔走他的道路。尽你基督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阿无？有。这个是。
赵妹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予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妹，愿平安的上帝甲伊予你一尽诚实，佮愿你的灵魂甲身躯，拢得到保全，直到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完全有人命。陈慧卿，我用水为你施洗，叫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让你一进成圣，又愿你的灵魂跟身体都得保守，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污点。阿门。李正元，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予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切诚实，搁愿你的身灵魂甲你的身躯，拢得到保全，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无大恙。神国主，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自己叫你一进成圣，又愿你的灵魂跟身体都能保守，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高林，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自己让你成圣，又愿你的灵魂跟身体都能保守，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阿门。李嘉清，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予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切诚实，搁愿你的灵魂甲你的身躯拢得到保全，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阿门。我们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予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切诚实，不管你的灵魂甲你的身躯拢得到保全，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阿门。郑新佑，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之己叫你一进成圣，又愿你的灵魂跟身体都能保守，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阿门。李明贤，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予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你一真诚实，搁愿你的灵魂甲你的身躯拢得到保全，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阿门。宣告，你们已经受洗来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外乎教会的头，也是大人，本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福教会修会官兵接纳令，成为陪参的会员，有份于主的桌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主必的上帝，我们感谢您，
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归于你的名下，成为这个永福教会的一份子。愿你赐福保守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让他们从今告白他们的信仰归属你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身心灵都能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主耶稣基督所属的国度，我们与他，他与我们永远同在，直到永远。阿门。给。咱这个时，咱来请迄个婴儿洗礼好吗？婴儿洗礼，请婴儿。婴儿，婴儿洗礼来。我们今天有竞选小薇的两位可爱的女儿，可晴可欣，还有子文跟秀玉的可爱的孩子，陈琳跟千亿哈，来，爸爸也到这边来竞选 ，OK。可晴，一起来好吗？嗯哼，两位站着，爸爸妈妈站在你们的旁边。来，嗯，哎，李可晴，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李可欣，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宣告。就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小孩子今天受洗归入教会。作为还没有领受圣餐的会员，有份于耶稣基督新约的恩典。他们还小，有赖于父母亲跟众兄弟姐妹一起参与培育年幼的可晴可欣的信仰跟人格，直到他们长大，到继续在上帝的面前做坚信为止。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保守这个家，让静贤跟小薇用爱、用信、用盼望来抚养可晴可欣，直到他们长大成熟，在你面前自己愿意告白，他们是属上帝的一份子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王晨琳，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林千亿，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叫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世界已经受吃了很多花果山花园有分在心中的稳定，这个世界的父母跟父母就有兄弟亲自最干净，有分在父母因直到他大汉领受天心的日子。全能的上帝，愿你受祝福，朱文跟秀玉他们两人真的能够在你的爱里培养 这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在人格、在信仰
在各方面能够健康成长、平安长大，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站在你的面前告白他们的信仰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两个微微细汉的时，就洗礼，今仔日要献身礼。咱请杨凯祖母、永文、义山、佑安。子文啊，子文大姐 ，OK， 啊，还有妈妈，啊，秀玉，今天秀玉也一起来啊，因为秀玉她是原住民呢，然后她在花莲的天主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用信仰告白的方式哦，子文她孩子已经受洗啊，小儿洗礼。那子文以前小时候也在做洪章牧师的手来手中受洗，现在已经娶某个生囝了吼，所以这个时我要请杨凯祖母、永文义山、甲佑安恁要伫上帝面前。来告别，主所行的，在这几位上帝的百姓，恁细汉的时已经伫爸母的引带受洗，真侪会变产的会员，属于基督的国。上帝恩典有予恁大长大的成人，恁现在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来承认父母亲为你们告白的信仰。这是你们自己的信仰告白，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临到你们说，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要承认他。愿你今天的信仰告白真的在国度里面耶稣看为美好。我现在有几句话要来问你们啊，告诉你们相信你的功夫。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卫师无？你有诚心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活过上帝恩典，一世人服侍伊，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管理要安尼行无？告别，宣告。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华国教会头也是大人物，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各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会参的会员，有份伫基督的道，咱三家的基督。万军的主上帝，我用欢喜的心，将这几位的性命甲伊的灵魂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保守因，通过因对你的信仰的告别，成做一个新创造法律。军队耶稣行天路的人，啊，愿你保守因甲因的家，祝福因。愿咱哩祈祷感谢主做名，阿弥陀佛。这个时我请咱我们把头转过去哈，来，信仰告白的OK， 对，来，我们排成一列好吗？好，过来一点。OK， 好。要不要？这是小薇跟她的先生进贤。跟两位小朋友，那个大点宝宝来了吗？玉秀、秀玉啊、跟子文跟他的两位小朋友，那个大点宝宝来了吗？这个圣经啊，这个是三号，嗯哼，杨凯，杨凯爸母是什么人？因爸甲伊母伫遐，吼，志玲甲，
OK， 永牧，因为不打新南一，下个月就要读神学院，有文啊，甘小柱，这个义务也青年，玉山啊，上帝祝福你，玉山的爸爸妈妈，你的位，回家，文成的父母哈，佑安。又爱爸爸妈妈，啊哈 ，OK， 大兄呀，大玲玲姐，妹妹，那个妹妹拍电话把我来了，真辛苦的妈妈，也是真认真，伊的囝读迄个彰化高工，伊来接囝的中间，拢伫一楼遐咧读研读圣经，过来做笔记，孩子在哪里？感谢主。你看我妈妈是吧？慧卿，你知道她才开刀完吗？不久之前，三个礼拜吧，大概三个礼拜前开刀，给她的快变形就睡，愿上帝祝福她，中国新娘，台湾的子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两岸和解就从他们国州跟高雄，我们在外面打架，他们在房子里面相爱。家亲金德霞君真孤等鬼友烟的威家亲姐他的温永兄因两位拢是教育界的，伊的绰号是校长，那个棒子。师兄，他都是拢在台中，在周末伊都拢过，拢回来咱教会欢迎礼拜，真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英雄兄，伊讲伊一个老伯伯啊，在新娘说，我也无老，永远不会嫌太晚。兄弟。咱就请迄个小会员来接老妈妈。小会员接老，行伫头前，所有要来献花的人，请伫遮个长老的后壁来献花。来，咱其他人帮忙。等一下，都过了之后。
你上到遮，咱先休息一餐，最后就饿了后，咱再个若要翕相都来。好，我们请所有的人现在可以回到你的座位。等到礼拜完了之后，我们继续照相的工作哈。OK， 各位拜感恩好啊。然后欢迎休息，休息餐。咱这边的休闲餐，咱要来点心，364，咱先点食好，第一只，食只饼，饮只杯，饮块，饮碗，饮汤，饮腰果。主要收集都是回应民有点点就瞎，所以让教义也关心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在守圣餐之前，我们一起来感谢天上的父亲。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样式摆设这个宴席，是为了纪念你永远成为我们带罪的羔羊的祭祀。我谦卑归求你这信心来圣化我们，也圣化在摆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一些葡萄饼、葡萄酒跟饼。我管你当接受这些对神分在你的身躯甲宝贝，对你恩典的帮衬，会当成做万属灵的朋友，也能够住进你的恩典，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医疗化。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理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来请咱的主家。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每次守圣餐的时候就在纪念耶稣啊，你的身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成为我们一生犯罪的代罪羔羊。主耶稣，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的罪可以洗清。然后主耶稣说：“凡要跟从我的，你们就来领受。当你拿到之后，我们等一下再一起享用。”当基督徒在守圣餐，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一个完整的饼被撕破了，就像耶稣把完整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人钉了，
他的身体破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整的生命被撕裂，就像这个面包，完整的面包被撕裂。被撕裂的耶稣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他的爱。受定地是你决定的耶稣，不是因为夜罪受定死的呀，是因为伊爱替咱死，是因为伊疼咱，所以伊呼召我们，凡愿意跟随他，活在他里面的每一个人。样式，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偷取要拥有更多，基督徒的性命是要舍去，因为我的存在，我身边的人会因为我得到更多的服务和疼爱，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在学习耶稣给予，而不是不断的夺取。耶稣说：“我站在门外，
开你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你愿意听见主耶稣基督敲门的声音，开你的心门，然后宣告说：是的，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成为这一位造天地也赏赐生命跟气息的上帝。我愿意敬爱我的父母亲，我也愿意跟这一位生命的主连结，一生成为天国的子民。上帝啊，真多谢耶稣基督的疼，给我有机会真多你的子，做你的子实在是真好。你来已经洗礼了的人，无论你到底什么所在，行到大个国家、天边海角，你若有拄到什么代志，今天有十字架的所在，迄拢是你的家人。每一个十字架里面都有上帝的子民在那里，要成为你的帮助。每一间教会就是上帝安排在这个世界上的逃城跟避难所，我们说生命的堡垒。